特殊的来宾，咱特别乡亲，吼、哦，咱大家大咱来收听，尤其是呢，这一处呢，咱无受到路途的邀约，吼、哦，咱南京到咱南平里，到咱同安处，啊，受到咱南平同安处的乡亲，大咱的这收听，出钱出力来完成咱今年呢五十年，咱大家帮助。啊，雕龙宫的献宝啊，这个妈祖普建文化节，非常的感谢，多谢了。